Thank you.
a while.
在浮标处拉手刹，过弯会更轻松一些。 别着急，晚一点再拉手刹，不要错过拉手刹的时机。 让其他人都看你的尾灯去吧。
应该入弯会更顺利。 别走歪了。 再靠左一点，你可以的。让其他人都开你的尾灯去吧。